已经开始了。下面呢，我先把国安队出场的队员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北京队呢，守门员仍然是22号姚健，后卫线呢有一些调整。那么18号王少磊呢还是打中卫，和他打中卫的还有13号吕军，两个边卫呢，一个是5号李红军，一个是19号余光。前卫线呢仍然是7号李东波、12号胡建平、6号周宁和20号南方。两个锋线上的队员呢是23号安德雷斯和24号卡西亚诺。广州松日队今天出场的队员呢，与前两场比赛的主力阵容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那么前锋线依然是10号胡志军和7号胡志军和高洪波，右边4号刘醒跟进包抄，稍稍慢了半步。这个球很危险。对，从这个开场这短短的1分多钟的时间来看呢，广州松日队这一次进攻的阵势和推进的方法呢，是新的主教练巴西人塔瓦雷斯来了以后呢，做过演练的。那么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呢，这个刘醒呢，尽管是多次上来助攻，但是和7号胡志军和10号高洪波做这种横传转移的配合呢，不多。松日队开角球，那今天这场比赛刘宁啊，一上来以后松日队攻势就比较猛。对，那么这跟他这两轮比赛，看这个球，又是4号刘醒中场把球断下来，7号胡志军没有能够通过北京队严密的后卫线的防守。那么广州松日队除了前锋线上的7号胡志军、10号高洪波以外呢，还有4号后卫线的刘醒、5号托尼、6号张卫华、11号崔立志，另外还有14号霍日宁、15号冯明志、19号杨奇华、20号赵昌红和守门员22号穆军。那么守门员22号穆军呢，这个队员在上一场比赛呢是第一次出场，以前呢都是由外援守门员安德烈斯出场。那么从上一场比赛的情况来看呢，22号穆军的表现呢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本场比赛呢，广州松日队的主教练依然是派他作为一发阵容，这是北京国安队的教练沈祥福。今天呢，北京国安队看这个球，安德雷斯没有过去。那么北京国安队的两个外援安德雷斯和卡西亚诺这两名组成的锋线呢，使北京国安队在今年联赛当中呢，与许多强队相遇的时候都能够撕破对方的这个防线啊，攻破对方守门员的十指关。那么这两名队员在前场的配合呢，确实是非常默契，而且攻击的速度也很强。像安德烈斯这名队员，既有脚下的控球能力、跑动的速度，同时他的身高呢也达到了1米94。对。那么门前争点的时候也占了很大的优势，所以每一支球队对于这两名队员呢都做重点的防守。那么广州松日队刚才前场左侧犯规，北京国安队的5号李红军罚任意球，还是给安德烈斯这一点。安德雷斯和卡西亚诺呢，这两个人攻击力比较强，但是经过一年多，这个比赛以来呢，大家对他们俩人特点也都比较了解了。对，所以在比赛当中呢，就是对他们，像刚才安德雷斯在抢点的时候呢，松日队有队员就贴身的紧逼，这样也增加了他们这个比赛当中的难度。对。那今天这个比赛呢，松日队肯定还会利用锋线上的两个攻击点，7号胡志军和10号高洪波。那么对他们两个人的防守的就是好坏，直接关系到今天就是北京国安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个成绩怎么样。那么从今天比赛开始广州松日队排出这个阵型来看呢，和这个上一场在客场打这个前卫环岛队的排出的阵容呢是一样的，那么依然是排出了5-3-2这个阵型。广州松日队呢还是立足于防好这个后卫线的基础之上，然后利用胡志军和高洪波在前边的控球的能力速度来撕破北京国安队的大门。这是一脚14号霍尔宁卡对方后卫的挑射挑传，
十号高洪波拼命跑，但是没传好，球是拿到了，哎，但是这一脚球没有传好，胡志军已经到禁区里面接应他这脚传球了。那么今天负责防守24号卡西亚诺的就是广州松日队的4号刘星。南方犯规了。那么刚才说了，就是松日队高洪波和胡志军这两个人的攻击力很强，那么能不能发挥这两个人的特点呢？就关键就看今天双方啊在中场拼抢的结果怎么样。换一句话说呢，就是如果松日队能够掌握中场的优势，像刚才几次有威胁的反击都是中场拿球以后马上能把球交给他们俩，如果中场能拿得住球，能分得出球，广州松日队进攻上的特点呢就能够反映出来。对，如果在中场拼抢当中占不到优势的话，那么这种攻击的威胁就会相应的减少。对，这也正是广州松日队在今年联赛开始之后多场比赛能不能取胜一个关键的地方。那么许多的球队在与广州松日队进行比赛过程当中呢，都跟松日队力拼中场，把松日队的中场给牢牢的封住。那么尽管广州松日队的14号霍日宁呢是广州松日队目前中场这个进攻这个发动机，但是有时候中场被堵死以后，前锋线的胡志军和高洪波有时候在两个人在前面也故障难免。好，7号胡志军前面跟高洪波配合一下，高洪波这个球没有挑过去。这是5号托尼，这个球比较危险，看这一脚传中质量了，头球攻门，头球攻门的是20号赵昌红，这是来自北京宽利队的一名球员，顶的稍稍偏了一点。尽管这一脚球刚才20号赵昌红顶的稍稍偏了一点，但从开场这几分钟6分钟的时间，我们看来广州松日队今天呢是想借着前两场的胜势与这个到目前为止金身不败的北京国安队呢在自己的主场打一场攻势。但是从开场来看，北京国安队还是打得很有耐心。对，依然是战术上还是按照他们事先的既定布置，这球没听好，一步一步的走。对，后卫线不慌不忙，前锋线做配合穿插扯动，但是目前呢北京国安队就是在中场上跟松日队拼的呢还显得略微松一点。担任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的是黄俊杰，助理裁判员呢是杨志强和刘玉林。周宁呢就这个黄牌呢就有点就是说自己争取来的。对，那么裁判员说没犯规你就不要再去更多的去计较了。对，那么这个黄牌就很不值得。这是今天比赛开始之后主裁出示的第一张黄牌。从今天开场的到现在为止30多秒来看呢，双方一开始呢都是要想把节奏和把气势都打起来。如果说论整体实力呢，可能国安现在呢稍稍的略强一些，那么说有特点的队员呢松日队呢并不少，特别是锋线上刚才向大家介绍的高洪波和胡志军呢都很有特点。质量非常好，7号胡志军插到禁区里边，李红军下脚非常准确，把球铲出了底线，这样广州松日队上半场第二个角球。李红军他这个在左路的防守啊，就虽然身材不高，但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队员啊，他这个防守的卡位和站位都是不错的。所以刚才胡志军这个突破，他及时的封堵，然后把这球铲出去，而且下脚非常准确啊。对，我们看看松日队第二个角球，开一个战术角球，这个角球没有开好，让北京国安队有打快攻的机会了。前面人不多，所以他也没法传球。5号托尼这名前卫线的队员呢，在这个前冲后挡方面，尽管脚下活呢略微显得糙一些，但是整个场上的奔跑还是相当积极努力的。
刚刚是紧紧随着北京队下底的球，把球铲出底线，这样北京国安队也获得了开场以后的第一个角球。对，第一个角球，李东波来主罚角球。宋日队两个角球对北京队球门没有形成威胁，我们看北京队的角球。还是角球，刚才是开到前点，被宋日队的队员呢顶住了底线，所以国安队开第二个角球。对北京队在大禁区附近所罚的任何一个任意球都要极为小心，因为北京国安队对这个大禁区附近的任意球确实是做过很深的研究。这是后点，国安队队员先犯规了。开出来十四号霍尔尼越位，高洪波越位了，这是广州松日队的新任主教练巴西人塔瓦雷斯。那么上一场广州松日队在客场战胜了前卫环岛队，应该说与他没有太大的关系，还是前任主教练陈锡荣的功劳。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广州松日队的表现如何，将直接的和他有关系了。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过了十分钟，到了将近十二分钟，应该说双方开始这交手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了。那在下面的阶段当中呢，就看两个队呢谁能够更好的按照这个既定的战术减少失误。裁判的身上，北京国安队前场的反抢开始加强了。四号刘醒，您就分过刚才拨过来，但是刘醒在禁区里边呢横拨过来以后，没有想到北京国安队在补防上李红军非常到位，及时到位补防。那么刘醒在抢球的时候拉了李红军一把，禁区里面犯规了。对，实际上刚才第一下李红军呢让刘醒突过去了，但是他还是将功补过，然后马上补到中间的位置，把这个防守的位置站好了。今天一开始几次进攻的广州松日队呢都把突破点呢选在了国安队的左边，也就是李红军防守的这一边。那么今天广州的天气呢对于进行比赛呢是非常适合的。是的，天气又很凉爽，也没有下雨，这在近期的这个赛事当中呢是不多见的天气。就来之前啊，就是国安队的教练和队员也都担心，沈祥福呢也曾经呢就是说打松日队不好打，一个是这支队伍呢比较有特点，再一个广州的这个天气对我们有影响。那么今天确实像刘宁说的，这个天气比较适合于双方呢更好的发挥技战术的水平。松日队这支球队呢，就是作为广东的三支球队来讲呢，这个是子弟兵比较多的一支球队。另外呢，这支球队呢是原来广州太阳神的二队，那么转到松日队的名下以后呢，他这支球队队员年轻，另外呢每一个队员脚下都有一定的控球能力。对，他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大赛的经验少，另外体能方面差一些。但是在目前广东的三支球队呢，在今年甲 A 联赛开始之后呢，给许多的甲 A 球队一个印象，就是要想拿分就要在广东的三支球队身上拿分。但相比之下呢，广州松日队在这三支球队里边他的后卫线是最强的。这段时间就双方打的都比较急，都是直接在中场附近的向前面吊球，这样威胁不大。今天开场之后呢拼得非常凶，很想在主场能够拿下今天这一场比赛。但是我们看到北京国安队呢毕竟是经验比较丰富的一支球队，尽管这个球，看这球传进来了，危险，好险的。这个就是北京国安队安德烈斯常常门前拿分的一个关键位置，守门员穆军和安德雷斯呢好像是撞在了一起，好像还有国安队两个队员撞一块了。看一下慢动作，从重放的慢镜我们看一下，头球回过来在球门角上，
穆军抢先把球双手扑出，安德烈斯撞在守门员的身上。刚才那一下是如果让他再快一点的话就非常危险了。对，在今年联赛和以往的进行过的一些赛事当中，刚刚这个点安德烈斯是他最善于拿分的一个点。那么这个点不单是在进攻过程当中安德烈斯善于埋伏在这儿拿分，同时呢，北京国安队在大禁区附近开出的一些任意球往往也到这个点，说明这个广州松日队的教练员在训练的时候对北京国安队的录像带是做了深入的研究的。对，上半场比赛呢已经进行了16分钟，场上比分呢还是0-0，现在呢是松日队有一次射门，国安队呢还没有射门，双方各有两个角球，所以呢到这段时间呢还是就双方这个失误比较多，那么现在要减少失误，争取能够按照赛前教练员布置的战术呢按部就班的慢慢来打。所以刚才又是一次失误，横传，松日队要想就是打好的话呢，就是反击的时候一定要突出一个筷子。对，就趁国安队防线没有站好。是的，如果一旦速度慢了的话，那么虽然高洪波和胡志军呢都有特点看这一球，后卫抢先把球顶出底线，这样角球第三个角球。虽然高洪波和胡志军都比较有特点，但相对这两个就是对抗能力上的就稍微弱了一点。对，所以就是要发挥他们这种比较灵活，门前抢点比较好，这就要求松日队反击的时候要坚决一点。对，我们先看看松日队的第三个角球，前两个角球对北京国安队没有形成任何威胁，前点还是没有什么威胁。这是广州松日队队员等了，本来这个球北京队一看没启动，一看广州松日队队员没有跑，马上启动，这是13号吕军启动的速度比较快。对，那么在与整体实力强于自己的对手进行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精神上丝毫不能有放松，要全力以赴的来拼满90分钟，否则的话在瞬间的放松就有可能导致一次不必要的失误，或者是一次非常具有威胁的让对方的射门。松日队一丢球，大家看就是全体队员呢都退到自己的后半场，包括锋线上胡志军和高洪波都回来了，帮助防守。对，另外正像刚才宋建生所说的，松日队这个反击啊一定要突出筷子，因为北京国安队从开场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支球队后卫线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尤其是他们这个协防补位的能力啊特别好，这样对于松日队这样在前边个人单对单对抗能力相对比较弱的前锋来讲呢，这个筷子尤其要紧。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沈祥福不断的在边上在布置，那么主教练黄俊杰走到边上来警告他不要在这儿，但沈祥福好像从面部表情上看对主裁判的这个判罚哈不太服气。对，那么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呢，就是作为主教练啊要就是忍得住，那么应该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对，胡志军前面，霍日宁传进去，高洪波转身一脚射门，所以刚才这一脚转身的抽射打得相当漂亮，好在守门员姚健反应还是不错，本来姚健的重心已经向左移动了。对对对，大家看从慢镜我们再看一下，高洪波就这种球的把握的能力啊就非常的强，头球攻门可惜了，点传得相当好，七号胡志军高高跃起头球攻门，但是没有能够压下来，在短短的这10几秒钟里边广州
松队对北京国安队的门前形成了两次威胁。我们刚刚说过，北京国安队后卫线的防守和协防能力比较强，但是从刚才胡志军的这一次头球攻门来看呢，这个是李红军身高受限制了，那么他当时也跳了，慢了半拍。那么现在呢，就是说的国安队情绪上不要急，那么不管就是说裁判员认为裁判员判罚上有些不准确的地方呢，那么还是应该把自己的情绪先稳定住。那么刚才松智队的这两次反击，有威胁的反击呢，就是在国安队这个情绪有些波动的情况下出现的。国安队前场断球成功了，好球，看这次机会，这是五号托尼分得好，起脚射门，陆军表现得相当出色，把这个李东波小角度的射门给封住了。应该说啊，李东波如果再传一下的话，慢镜我们看一下更好一点，这个打门的角度比较小，大家看一二三，门前国安队有三点在包抄，所以他如果能够推得好的话，这个机会可能就好一点。刚才李东波这脚射门呢，是上半场国安队的第一次射门，国安队第二次角球啊，第三次了，第三次角球，我们看这第三次角球。外围李东波虚晃，对于广州松智队来讲，大禁区附近一定要减少犯规。北京国安队在定位球的处罚上确实是有很深的研究。对，这是上半场国安队前场的第二个任意球。那么在今年联赛前几轮的时候，北京国安队和广州太阳神队的比赛当中，两支球队当时是打成2-2，那么就是有两个球都是凭借着定位球打进的。吊起来，第一点被松智队顶出来了，注意松智队的反击，但前面没有人了，虽然胡志军顶到球，但前面没有人接应了。所以就刚才刘宁说的这一点，就是李红军的防守能力，个人能力应该说是比较强的，但是由于身材太矮，所以有的时候在高球上的话就吃亏。对，北京队还是充分的利用场地的宽度，这个球应该是守门员的，好在25号哈拉大脚解围，这个本来是刚才冲撞守门员了。南方就是如果在，就是他没想到这球守门员会掉下来。对，裁判黄俊杰没有鸣笛，从慢镜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有冲撞守门员的嫌疑了，因为守门员已经啊。胳膊肘刚好是打到守门员的这个手臂上。上半场比赛呢进行了23分21秒，现在呢比分还是0-0。广州松智队到现在为止是射门3次，国安队射门1次，双方呢国安队3个角球，松智队呢是4个角球。好，加诺不错，四号刘醒及时回防，应该说这个国安队在左路缺少了这个冈波斯，从组织上和突破上还是差了很多事情。如果冈波斯在左边的话，那么从左边这一带的话，在前场的攻击力和配合上威胁就会更大一些。球门打出来，球传得很好，但14号霍日宁停球呢没有停开，哎呀，这一脚可惜了，直接传给对方的守门员。那现在看来呢，就是广州松智队在中场转移，就是说像高洪波和胡志军输送的这一脚，基本上都是霍日宁来完成的。霍日宁是广州松智队中场这个发动机，所以作为国安队来说呢，应该对他来讲就重点的要缠一缠他，盯一盯他，把这个中场这个输送线给它掐断了，这样可能在减少后防线上就有帮助。因为对于霍尔宁来讲，如果对方派一名球员在他附近干扰一下的话呢，这个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因为霍尔宁本身的这个
单对单对抗能力比较弱，加上身材不是太高，看这次机会头球攻门，好险的，陆军脱手，赶快再跑两步把球抱住。那么刘宁，陆军到现在为止已经两次脱手了，对，那是不是场上是不是有一些紧张？如果照这么发展下去的话，看这球，又一次陆军把球双手开出，这回站位是不错的。刚才安德雷斯呢，这个机会非常好，要注意广州松狮队的反击。这高洪波的传球也很有威胁，相当有。看胡志军如何能够往禁区里面突，一脚远射。所以广州松狮队啊，只要反击能够打起来，还是有威胁的。那么刚才是高洪波拉到中场附近在传球，给七号胡志军传出一个落点比较好的球，胡志军在打门的时候高了。对，这一脚球如果胡志军不打，当时高洪波已经插到禁区里面，胡志军要是能够把这个球传出来的话，那禁区内有高洪波，另外还有松狮队的五号托尼，两个人。现在就是国安队呢，安德雷斯和卡西亚诺被松狮队看得比较紧，那这时候就要求前卫线的队员能够插上助攻，对，来协助锋线上的队员呢加强进攻。同时呢，安德雷斯和卡西亚诺呢要就是牵扯的范围、扯动的范围穿插的要大一点，把空当中就能够拉出来。那么从这七八分钟来看呢，先看国安队这一次传球的质量，传后了。那么从这七八分钟来看呢，北京国安队后卫线开始加强上来的助攻了。对，像李红军左边的左后卫上来助攻，右边同样也上去了。但是从松日队的两次快速反击来看呢，李红军这边上来之后回撤的速度不够。对，那么现在北京国安队左边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出现了一个潜伏的危机，是如果能够抓住李红军回撤速度不够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常常空的。像刚才七号胡志军大禁区前边的那一脚射门，那么高洪波埋伏在禁区里边，没有人防他，看这一次球门球。对，确实像刘宁说的，因为打四个后卫呢，两个边后卫上前助攻，后面留出的空当呢是比较大的，如果一旦被对手抓住的话是比较危险、比较致命的。这就要求呢，进攻的时候其他队员啊，有的时候就要求前卫线的队员空当出来以后呢能够补一下，对，这样使自己的防线呢不至于有太大的漏洞。还是给安德烈斯这一点，漂亮，安德烈斯在广州松狮队两名队员的加防底下还能够从人缝里往前钻，这是松狮队关门的时候犯规了。这是国安队在上半场比赛前场的第三个任意球。上半场比赛到现在进行了28分40秒，比分呢还是0-0。松狮队依然要牢记在禁区附近减少让对方获得任意球的机会，因为每一次任意球我们看到北京队发出来以后都对球门有一定威胁。霍尔宁控制住，好球，过得非常漂亮。25号哈拉，14号霍尔宁，胡志军，大家看，就说穿插高洪波越位了。那么前一场赛事松狮队能够战胜前卫环岛队，许多的时候就是反越位成功。对，所以说国安队呢，在同像锋线上有就是有能力比较强的队员比赛的时候，有时候造越位造不好的话也是很危险的。对，看看周宁，松狮队在这个禁区周围啊，这个防守啊层次非常好。对，不管是盯人啊还是这个整个的站位都是不错的。
而且他一丢球啊，全体队员都退回来防守。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如果在比赛结束前20分钟双方还是0-0的话，那么后15分钟对松日队的体能将是考验了。对，因为广东的三支球队呢，在今年联赛开始之后啊，这个往往是最后10几分钟这个体能上输给对手。像今年联赛的第一场比赛，广州松日队在主场迎战大连队的比赛，打到了45分钟的时候还是0-0。对，那么最后呢，由于在禁区里面经验不够，啊，使对方获得了一次角球的机会。啊，先破门得分，然后紧接着松日队犯了兵家大忌，全线压上，又让对手打了一次反击成功，2-0，大连队赢得了那场比赛。双方这个局部争夺非常激烈。那么广州松日队刚才咱们说突出一个快，但是呢也要减少失误，对，不能够直接呢向国安队队员脚下就传球了，刚才几次就直接传球失误，传到国安队队员脚下了。今天这比赛开场之后啊，两个球队的队员啊，对这场比赛呢，从他们场上的表现来看呢，双方的教练员在赛前都做了重点的布置。那么运动员呢，都非常想在这场比赛当中坚决地贯彻出教练员的布置。对，所以场上两边队员的心理上的压力呢都比较大。那么松日队呢是想在主场打好，国安队呢是想在客场在松日队的身上拿分，所以双方的压力大，然后加上这双方今天攻防的转换节奏也比较快，有的时候这个出现一些急躁的情绪啊，一些传球的失误，这就难免了。是的，所以也就像你说的，两边都得减少这个传递上的失误。因为国安队到目前为止呢，在客场比赛呢都是平局，嗯，还没有获胜，所以从教练呢到队员呢都很想呢，因为这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对，就争取呢有一个好的结果，为上半场比赛呢画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一下传大了，等于是回传守门员一样。还是给7号胡志军这一点，李红军把球顶出界外。那么现在广州松日队呢，这打国安队的左边确实打得比较多，这时候呢也要求就是南方今天打左前卫，应该呢能够回防到位，来协助这个左路的防守。这一脚转移还是相当不错，看下底，球没球。上半场比赛呢，到现在进行了33分13秒，现在比分呢是0-0。虽然这个广州松日队呢是退在自己的半场防守，但是他在禁区前沿这一带还是防得非常积极的，一个是盯人盯得紧，再一个呢就是阵型呢到目前为止保持得不错，所以国安队呢在进攻上呢现在也缺少办法了。那这时候就要求呢稍微的打得耐心一点。机会，守门员立功了。守门员穆军表现得确实相当不错，这个出击的时机也把握得很好。中场比较中啊，大家看，或者您这边没有人防，一定要有人上来盯一盯他。5号托尼自己强攻进去，再回给霍尔宁，转移到外围，这一脚传球转移的。松日的队员前冲的时候犯规，那么现在呢国安队在进攻当中呢就是很难打到松日队的禁区里面，实际上呢这个时候呢应该有机会，有空当的话应该适当多加强一些远射，而且从刚才前面两次来看呢守门员多次出现脱手，
对，看这个球，十五号冯明志他们抢先出脚把球扣排出禁区。好球，在前场北京国安队的这个配合啊，射门的之间的转移确实是非常熟练默契。好在今天守门员红军表现得出色，这就是攻上去以后，那么队员回不来，中场就出现空当，那么被松治队利用就是反击的机会。看胡志军能不能过得去，好，过去第一个防守起脚远射，这一脚如果再横推一点的话，高洪波已经到门前了。他想打一个弧度，对，但是这弧度没有搓起来。现在国安队应该在中场呢，就应该堵一下，不要中场放得太大。小球，边旗示意角球，但是主裁判鸣笛啊，球门九。上半场比赛呢进行了36分28秒，现在比分呢还是0-0。现在天好像有一点阴，不知道太后会不会下雨。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应该是在下半场比赛后半段才有可能下雨，暂时这一段时间还不会。那么整个天气呢还是比较对两支球队正常的发挥呢比较有利，尽管在前两天的下雨，场地上可能还多少有些湿滑，但对跑动的影响不是太大了。好球，好球，漂亮，20号南方。周宁，球门球。刚才6号周宁，尽管今天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在向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方面呢，广州松仁队的次数要比北京国安队呢要稍稍多一些，而由于北京国安队后卫线的防守呢比较严实，加上广州松仁队呢只有7号胡志军和10号高洪波两个队员在禁区附近的控球啊射门的能力比较强，所以这个进攻的点呢就显得单一一些。相反，北京国安队在广州松仁队门前的几次机会呢都是通过小范围的妙传扯出来的机会。好球，看看这个球，周宁在右边，前面有两个队员包抄了，松仁队禁区人数防守占优势，把他打回来。而且松仁队对这个安德烈斯和卡西亚诺两个人啊做了很深入的研究。那么从刚才这个情况来看，安德雷斯头球攻门完全有可能，但是没攻，横的头球往右边一点，这就是希望卡西亚诺上前，哎，起脚射门，这样一下子往往后卫线防守的时候一下子容易扯空，广州松仁队刚刚就没有上当。看北京国安队这一次进攻，好的，从这个上半场比赛来看呢，松治队对卡西亚诺对安德雷斯的防守还是到目前也比较成功。那么现在就要求北京国安队在两名外援被严密的封堵之下，其他队员这个点如何创造出来了。看这次头球顶高了，这也是15号冯明志卡位卡得相当好，先抢先起跳把位子卡住，对，这个安德雷斯再顶到球的话也不舒服了。是啊，上半场比赛已经40分钟了，比分还是0-0。到目前为止呢，广州松治队射门是6次，
北京国安队射门是4次，双方各有4个角球。从射门次数上来看呢，广州松日队呢要占一点优势。裁判鸣笛，北京国安队7号李东波正向犯规。现在确实是办法不多，只是直接的向禁区里面起球，那这样威胁不大。李东波犯规了。那么上半场比赛剩的时间呢已经不多了，中场休息的时候呢，我想两支队的教练员都会在进攻点上做一些调整。那么广州松日队呢，当然还主要依靠7号胡志军和10号高洪波，北京国安队两名外援也是主要依靠的对象。但是就是说，在两名主要的锋线的球员被对方防住之后，其他队员如何跟他们做一些配合？对，哎，给他们创造一些起脚射门的机会和点，这样才能够攻破对方的防线。是。那么刚才说了，像那个安德雷斯和卡西亚诺现在被对方盯紧的话，这时候他们适当的应该就多加强一些扯动，有的时候不见得非站在禁区里边，那么有意的向两边拉一拉，争取能把中间这空当拉出来。如果这个机会出来的话呢，前卫如果大胆的插上的话，可能打起来呢要就是机会多一些，多一些会出现。那现在俩人就站得有点，尤其是安德雷斯就站得有点太靠前。他们俩如果有一个或者是两个都适当的后撤一下，来让其他的同伴后插上，这样机会可能会多一些，这样对松日队的防守的难度也就增加了。对，因为现在一对一的防守，你一带的话，他肯定防守人要跟着你走。松日队的特点呢，就是小配合打得不错，所以不要让他这个配合打起来，有时候打疯了的话，这个传球的话很有威胁。广州松日队前场抢得很凶啊，松日队前场接外球，5号托尼，4号刘醒，啊，南方这球断得不错，但是这一传又丢了。好的，刘醒，7号胡志军自己抢平，在禁区里面突破，小脚射门，太可惜了，这个球，这是广州松日队欠运气了，打在球门横梁的内侧以后弹下来，10号高洪波门前包抄。从慢镜我们再看一下，这一脚打的是相当有力量。国安队刚才防守没有盯紧，看一下，再看一遍。胡志军这个队员特点呢，就是启动非常速度快，对，所以一定要盯紧一点。刚才是国安队运气好啊。松日队5次角球，第一点国安队头球解围。这时候松日队进攻是一个高潮的，国安队呢要顶住，越位了。那么刚才就是说，松日队现在这种配合是他自己的特点，那么国安队呢，就是应该抢的时候再凶一点，不让他这个很容易的把球就倒起来。对重点队员呢，防守当中呢要更要严密，不能够轻易的出现漏人。李东波拉人犯规。
被裁判出示了一张黄牌。这又是不冷静。那么刚才确实第一下已经是拉人犯规了，这样北京国安队已经有两名队员有黄牌。对，第一张黄牌好像是20号南方啊，那么现在7号李东波拉人犯规又被出了一张黄牌。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笛声，45分钟，双方0-0打平。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为大家直播下半场比赛的实况。为了您可以喝到更纯净的水，600世不厌其烦，每一滴都经过严格净化，足足27层，您会喝得更放心。600世纯净水，27层净化。一箱，中国音乐家协会特别推荐产品，消费者信得过产品，国际认证，国际品牌，中国柯达。华山泉天然矿泉水，天河骨通透视贴剂，每日一贴，用于治疗骨质增生。骨刺疼痛，请贴天河骨通。桂林天河制药。在我眼中最美丽的天堂，都一定会有幸福。松日影像，你眼中的天堂，纯真演绎，出色到极。松日电视将视讯最新科技带到你家里，由14寸国际线路电视到34寸猎鹰国际线路大电视，请到松日专卖店或各大商场选购你的松日电视。那么上半场的比赛呢，双方都没有进球，是0-0。从上半场比赛的情况来看，可能是双方战术的安排问题啊。这个特别是后25分钟呢，北京国安队呢压得比较靠上。那么广州松日队呢反倒显得比较被动，虽然也有机会，但是显得比较被动。那么当然北京国安队他们在进攻这个打法上呢也显得稍微单调一点，上半场呢虽然给松日队压力很大，但是呢也没有能够破门。那么广州松日队的门前的机会呢，在开始阶段和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呢也是有相当不错的机会的，可惜也是没有把握住。那么苏指导对上半场的评价如何？正像你讲的一样了，这上半场两个队的针对性都很强，那个松日队他的收缩后场甚至把中场都让出去了，他的意图啊就是让那个卡西亚诺跟安德烈斯啊那个快速带图啊那个特点发挥不出来。对，甚至这两个一带一图的情况下，两个人之间的配合他需要一个大的空档啊，需要打一个大的空档。那么松日队呢，我干脆把这个一样说，让你快不起来，那你只能够在一定的时间来吊我啊，这个保护的非常的好。但是那个在防守这样说，绝对不把身后的空档留给安德烈斯，这是松日的人数少的情况下多次突破禁区啊，传中或者是打门。那么下半场看北京国安队在这一点上有些什么弥补。随着主裁判的一声笛响，下半场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好像从场面上看，双方的阵容呢没有什么调整，人员有调整。那么上半场北京国安队大难不死，看看下半场两边在进攻的点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上半场北京国安队两名外援被广州松日队严密的防堵之下，那么其他队员的点呢和机会不是太多，看看下半场北京国安队其他队员和两名外援之间的这个配合上是不是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一些机会。相反，广州松日队经过上半场45分钟的拼抢，体能有着很大的消耗，那么下半场在45分钟当中，尤其是最后15分钟当中能不能顶得住，对，这对广州松日队也是一个考验。那么说是要减少失误，那么刚才
李红军的一脚传球又没有处理好，直接传出了边线。七号李东波，还是给安德烈斯这个点，好球。十五号冯明志，这个球他没有处理好，他是想传过来，但是呢，直接传给守门员了。双方都有失误。上半场一开场，两边传球都出现了不该有的失误。李红军上来助攻。在十五号冯明志这个补位补得非常及时，抢先卡在南方要转身的背后，把球破坏了。那么这个球如果要让南方转得了身的话，直接面对着守门员，这个威胁太大了。十四号郭日明危险了，给胡志军转身射门，被堵住了。这个球也没传好。那么现在好像就是感觉上在进攻时候，有时南方啊和周宁压得比较靠前，所以回防的时候有时不到位，这样就给后防线两个边位呢压力就太大了。对，又是又失误。所以就刚才说过了，松日队呢是呈上升的势头，想在最后一轮的主场取得好成绩。国安队呢也是到目前为止客场全平还没有胜绩，也是想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所以双方对这场比赛就格外的重视。对，从今天上半场场上队员的表现来看呢，每一个球员都正像刚才小宋所说的，这个格外对这场比赛重视。那么重视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机会，谁能够把握好机会，谁将可以赢得今天这场赛事。北京国安队犯规的是六号周宁。周宁上半场已经有一张黄牌了，对，所以下半场比赛呢要小心一点。任意球的是十九号杨启华，杨启华起脚射门，好漂亮，守门员防得非常好，角球，这个配合还是不错，对，就是给国安队的球门呢造成了威胁。这是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广州松仁队第一次对国安队的球门形成威胁，对，而且又制造了一个角球。广州松仁队开战术角球，十四号霍尔宁挡门前。安德雷斯刚才头球解围了，看这个球，这是犯规了，松日队刘醒防守犯规了。从慢镜我们再先看一下刚刚这一次的任意球，配合得很好，一脚打门角度也很刁，姚健表现得非常好。所以国安队一得球呢，松日队还是像上半场一样，除了守门员以外呢，十名队员都退到自己的后半场加强防守，所以这样国安队呢在阵地进攻当中呢还是比较难打。球又丢了，还是吹了周宁犯规。周宁一定要注意，因为自己已经有一张黄牌在身了，所以情绪上呢一定要稳住。看这个球，角球，下半场一开始松仁队已经是两个角球了。所以从下半场这个开局来看，松日队打得又不错。后点，安德烈斯
次头球顶下来，外围选好胡志军，高洪波，高洪波要盯紧点他。五号托尼，这是想和自己的同伴做一个配合，失误了，哎，传空当，然后让同伴空切。下半场比赛进行了6分30秒，松日队呢已经有两次射门，国安队还没有射门，而且两次射门当中呢有一次射门很有危险。上半场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广州松日队在进攻上要加快进攻的节奏和速度，那么从比赛开始来看呢，北京国安队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对，因为如果进攻慢的话，广州松日队10个队员全部退回半场，采取这种铁桶式防守，现在看起来北京国安队对这广州松日队密集防守啊还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是的，所以北京国安队要是能够在中后场的防守和堵截上能够加强一下，那么抢断球之后加快进攻的节奏，利用两个外援的整体的速度和配合的默契，机会还是有。还是松日队的界外球。那现在呢，就是说比赛呢越往后打，不管碰到哪个对手，那么都会认真对待，而且防守呢也都是很严密，所以关键就是在机会出现的时候呢要能够把握住。这是犯规了，七号胡志军在争抢传球的时候犯规了，一个蹬踏动作。当时七号胡志军是想用脚拧一下把球转移给在禁区脚上埋伏的射手，或者动作做得太大。周宁传球又丢了，直接让松日队这种反击是很危险的，非常危险。高洪波是很冷静的，要防住他。七号胡志军往右边一挑，一脚射门球进。这是20号来自北京的宽地队的赵昌红。这一次进攻，广州松日队处理得相当冷静。应该说，广州松日队这一次进攻的质量是非常高啊。虽然是防住了高洪波，但是右边的射门还是很精彩的。曹昌红，那么从重放的慢镜我们再看一下高洪波传出来，胡志军看到没有机会往右一拨空当，20号赵昌红插上以后一脚劲射，很冷静。对，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两个主要前锋被队员封堵住之后，其他同伴的机会和位置，那么广州松日队抢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抓住一次机会破门得分。那么就看北京队在两名外援被广州松日队严密防堵之下，其他队员机会怎么样。现在对北京队来说呢是一个考验了。对，因为在主场作战，松日队1-0领先，这时候士气上也是一个鼓舞，所以北京国安队呢要打个耐心一点，不要泄气。那么刚才丢那一个球呢，就是6号周宁，刚才丢的那一个球呢，就是6号周宁在中场直接传球出现失误，马上传给松日队了。对，传给松日队了。松日队马上是由守转攻，那么10号高洪波突在前面，那么松日队就是这个特点，就丢球以后马上的反击，结果这次机会就抓住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常说啊，就是在中场附近的这种传球失误往往是致命的。对，那么刚才这个球呢就印证了这一点。对，那么现在北京国安队0-1落后的情况底下，关键的问题就是不能急躁。对，北京国安队可能准备换人了。这时候对松日队呢也是一个考验，如果这时候先看这个球，角球出现一次失误，这是20号
广州松日队的二十号赵长虹准备往边线解围的时候，不慎把球打出了底线，北京国安队下半场的第一个角球。李东波主罚，一个倒挂，二十号南方在小禁区前方的倒挂球偏了，看北京国安队把哪一个队员换下来。准备出场的是北京国安队的十六号李洪正，换下的是十二号，二十二号安德烈斯。因为安德烈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被广州松日队防得非常的严，所以这个作用呢发挥的不是很大。那么这个换人呢，就可能把六号周宁呢向前突，对，推到锋线上，然后呢十六号李洪正来代替他的位置。应该说呢，现在比赛下半场进行了十二分钟，还有机会，这就看国安队怎么把握，同时呢也看松日队怎么打。如果说觉得一比零就够了，一味的退在后半场死守的话呢，就正给国安队以机会。对，如果像现在这样打反击的话呢，可能还会再进球。对，十号高洪波，七号胡志军没有传进去，因为北京国安队刚刚后卫线及时回撤，三个队员三角形收缩，把胡志军将要传给高洪波的球给堵住了。这个就是操之过急了，没有处理好。十二号胡建平操之过急，这时候呢局面不太有利，就要求队员的冷静。那么球呢还要奔下打，越急躁失误就越多。对，那么失误越多就越急躁，这样恶性循环下去的话对比赛是不利的。今天松日队呢应该说在场上打的确实是，尤其是进攻当中配合是比较流畅的。对，北京国安队又一次传球出现失误。那么现在这个在前场就挤压还是对的，那么刚才刘宁讲过了，那么松日队在下半场有可能体力出现下降，这时候呢北京国安队又零比一落后，所以已经没有退路了，这个时候就应该从前场就开始抢起，再这样就是说抢劫拼抢当中呢有可能出现机会，再把比分追回来。对，现在关键的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啊，关键的问题就是不能急躁。是的，哎，因为上半场比赛北京国安队打得比较有耐心，后卫线前边都还是很有耐心，那么双方在上半场呢都有一些得分的机会，只不过谁也没有把握住。周宁太慢了，球又丢了。十三霍尔宁跟对方拼速度，北京国安队十九号这个身材啊比较高，余光的十九号杨奇华已经从刚才这个两步启动来看呢，已经是因为体能消耗的比较大。对，所以现在就是拼这个体力拼意志的时候了。但我感觉现在国安队丢球以后从前场就开始拼抢，这个还是对的。对，那么一比零领先之后呢，广州松日队呢这个在防守上将会比犯规，但是裁判员没有鸣笛，对松日队有利，所以裁判员没有吹。二十号赵长虹转移过去，五号托尼，松日队走边，边路不通，那么回来接应一下。松日队现在打得比较有耐心，因为毕竟一分在手，但关键中场不能丢球，耐心是对的。好的，十九号杨奇华还是往前传给高洪波，这一点好球，李洪正不错，
球，卡西亚诺。广州宋日队防守非常积极凶狠，张伟华这个防守很到位，角球。尽管第一次判断失误，自己滑倒了，但是赶快站起来。北京国安队下半场也是第二个角球。先把球扣海出界外，七号李东波传中，好球，球传的是靠后。国安队丢球以后呢，现在开始压着松日队打了。那么对于松日队来讲，如果1-0领先之后呢，就退守比较退得靠后的话，让北京国安队这样压着自己来打呢，这个形势是非常不利的。对，东宁处理球一定要快一点，因为1-0领先的这个战果呢，还是很容易就被对方打平。所以广州松日队现在后防线呢，还应该是像下半场刚刚开场初期那样，稍微往前压一压，不要收得过于靠后。角球，又是角球，25号哈拉头球破坏出底线，北京国安队下半场第三个角球。现在从这个替补席上看，这尾骨骨折的谢朝阳呢，已经拿着这个单子上去了，国安队肯定要调整了。我们先看这个角球，他们先鸣笛了。因为这个北京国安队的3号谢朝阳呢，这个队员呢，他的防守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是的，嗯。那么如果他上场之后，北京国安队在防守上能够让教练员放心，那么其他同伴在进攻上就敢于大胆投入兵力了。看这角球，啊，先换人，换一下19号余光。那么这样呢，3号谢张扬打中卫，那么王少磊还回到右边位。角球到门前，第一点松日队头头解围，点抢得相当好。北京国安队传球失误了。那现在呢，关键一点呢，还是不要急躁，要是一板一眼的打，因为现在从时间上看还有不到20分钟。那么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呢，耐心一点，机会应该说还是有的。那么现在换上谢朝阳的这个用意呢，也就在于国安队肯定是要大举反攻了。那么在反攻的同时呢，也要防着松日队的这种反击，所以就把谢朝阳拿上来。松日队也是急呀，好球，李鸿正大门被挡住了，哈拉把球顶住，头球在解围，10号霍尔宁。传得太着急了。这一段时间，由于北京国安队全线压上，大举的对广州松日队球门施加压力啊，使得广州松日队队员呢，匆忙当中感觉到无限的、无形的压力很大，所以传球常常是急躁，出现失误。好球，又是一个角球，第四个角球。所以国安队呢，现在就角球比较多，要利用这种角球的机会。所以不能急躁，对于两支球队来讲，在后边的时间呢都是至关重要的。对，还是李东波主罚。球门球，这个角球开起来以后，边旗就已经举旗示意，这个角球在空中已经出了底线。是，但主裁判没看见。嗯，下半场比赛呢进行了20分53秒，现在松日队呢是以1-0暂时领先。都是下半时8分56秒的时候呢，由20号赵昌红攻中的。
球，李鸿章，这是机会。这下半时国安队的第三次射门。广州松日队现在前场只留下七号胡志军一个人，那么其他队员呢全部退回来，退到自己的半场参加防守。但是如果让北京国安队能够在中场在大禁区前面这样很有机会从容的倒脚的话，这个对松日队的威胁呢还是很大，因为这个退防啊退得太靠后，保胜利果实往往有的时候呢不好不住。对，刚才是国安队传球又出现了一次不应该有的失误。国安队后防线控制住球，哎，打得耐心一点，不要太着急。给右路，又一次传球出现。这个谢朝阳这个传球两次不应该，都是在没有人防守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就是几场没有上了。对，那个有点生疏，但怎么来说也是不应该的。另外伤呢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痊愈，多少对他这个出脚啊有些影响。就是打身后，十四号霍尔宁传右边，力量太大了，尽管意图很好，但是力量太大了。右边高洪波已经包抄到位了，如果力量稍微小一点的话，高洪波就可以形成单刀赴会的机会。那么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换上三号谢朝阳，就是要让后卫线放心，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在进攻上投入更多的兵力来对松日队施加压力。看看这个球，解围，直接起。看看周宁，好球，一波一刻，没有配合起来，没有犯规要抢球。广州松日队这个前卫线的队员呢收得太靠后，对，应该上来堵一堵，让北京国安队这样在大禁区前沿从容的倒脚起球，这个威胁太大了。下半场比赛呢进行了24分50秒，现在国安队呢还是0-1落后。七号李东波奔跑速度很快，广州松日队有机会打反击，3-3，就看这个传球质量了，4-3。霍尔宁啊，他怕越位没敢跑。对，高洪波球是传过来了，但是霍尔宁不敢往前跑。本来这一次的反击，如果传球传好了的话，可以对北京国安队形成一次非常好的威胁。应该说呢，现在形势对国安队不太有利，但是呢，时间还有，还有将近20分钟，关键就看就是打的能不能耐心一点。机会出来以后呢，要注意把握一下。现在关键就要减少在前场的丢球。犯规了，任意球，
失误的主炮冯明志，范国英队又准备换人，换上四号韩旭，换下十二号胡建平了。这也是可能啊，再加强一下冲击力。现在就是对松治队这种队就比较难打，你要一味的就压上去攻的话，他前面的这个反击啊也是非常有威胁的，对，有一定质量，所以有点让你顾前顾不了后。周宁，看松治队这一次的防守，传中，一脚凌空抽射，角球啊，角球。主裁判鸣笛以后做了几个手势，还是角球。那么松日队可能准备换人，现在我们看到队员呢，教练员在场地边上在给这个准备上场的队员在做布置。北京国安队下半场的第五个角球了，对，还是李东波主罚。落点不错，胡志军上来回撤接应，把那个抢回来。逼得非常凶，广州松日队在后卫线今天从开场之后到目前为止呢，没有犯什么太大的错误，而且防守有层次，协防补位到位，另外拼抢的非常的积极而又凶狠。那么现在下半场关键的问题就是收的比较靠后，让北京国安队能够形成这种不断的压力。看看等一会儿松日队调整队员之后，是否会让整个防守线的往前走一走。李东波，王超雷，还是掉禁区里边。武军先出击，把球抱在自己的怀里。胡志军能不能控制得住？传出来，十九号杨奇华再转移过去，右边包抄，哎呀！北京国安队三号谢朝阳回撤防着这个高洪波，高洪波这个处理还是对的，对，顶出的底线。所以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换上他上来啊，这个确实老队员经验很丰富。这样，广州松日队下半场第三个角球。尽管上半场广州松日队五个角球没有形成什么威胁，看看下半场的第三个，一脚抽射打高了，又是十号高洪波。高洪波这个抢点意识呢还是非常好的，大家看有时候的球下来以后，他经常不是向第一点跑，来等待第二点，对，有传球失误。一脚远射，稍稍偏了一些，这个就有点打急了。这个球处理的稍稍急躁了一些，本来这高洪波可以控一控，或者是往右边分一下，右边也有松日队队员，北京队防守呢刚好右边又没有人看。下半场比赛已经过了30分钟了，现在国安队呢仍然是0-1落后，形势不太好。头球摆渡，李鸿正把球堵住，赶快解围。现在广州松日队10个队员全部回到自己的半场防守，七号胡志军
尼亚非常有威胁，从三角向前推进，应该早点防左边十三霍尔宁到禁区，这是体能下降了，控制不住自己了。25号哈拉从后插上，中场又把球抢断下来，再传，没有人了。那么刚才14号霍尔宁已经到禁区前沿了，到了禁区正前方，但是体能上不行，国安队还是太着急。起球，现在推人了。下半场比赛呢已经进行了32分33秒，现在松日队呢仍然是1-0领先。松日队换人，14号霍日宁下，换上11号崔立志。14号霍尔宁这个已经跑不动了，刚才在禁区正前方完全有机会再调整一下起脚射门，但是由于体能上消耗的太大了。松日队的11号崔立志呢，这是从二线上来的一名队员，这个奔跑速度呢非常快，而且脚头也还有一定的功夫。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广东电视台，观众朋友，我们现在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是全国甲 A 联赛广州松日队在主场迎战北京国安队比赛的实况。现在是下半场比赛，目前场上的比分呢是广州松日队暂时以1-0领先。现在这个形势呢，应该说是对国安队来讲是一个考验了。嗯，打的还是有一些急躁，而且过于简单，拿球以后直接起球。松日队呢要求换人，换下7号胡志军，换上27号宋文宇，这是为了加强防守的高度。这时候换下胡志军呢，那么锋线上的这反击的攻击力呢就会相对的减弱一些。那么教练员考虑呢，可能国安队要加强进攻，所以换上一个防守型的队员。那么在前面的攻击呢，就是刚才换上去这个11号崔立志啊，那么由他来跟高洪波在前面做配合。这个崔立志呢是一名年轻球员，速度比较快，但是在经验上呢可能会欠缺一些。那么换上27号宋文宇呢，这是为了加强防守上的高度，因为对于这个现在的教练员看到胡志军呢在防守上的高度呢不够。那李军又出现一个失误，松日队前场断球。那么现在由于松日队往前进攻投入不敢过多的兵力，看这个11号崔立志，危险危险，射门没有打上力量。11号崔立志，这说明这个球员呀还是非常年轻。对，哎，刚才这个机会如果换成老队员的话，是
那么要不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我有机会起脚射门，再有一种可能就是迫使你对方犯规，我获角球。对，但是年轻球员在经验上呢就不够了。下半场比赛已经进行了36分30秒了，国安队呢仍然是0-1落后，形势非常严峻。这时候真正的是对队员的一个考验了。头球向后一蹭，没有机会起脚，再出来接应。七号李东波被裁判出示了今天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红牌罚球场。北京国安队的七号李东波被裁判员两张黄牌累计成红牌罚出场外，刚才在争抢的时候用肘部。这样下面就更难打了。那么今天这场比赛确实广州松日队呢准备的相当的充分，从场上呢也可以反映出来。那么面对广州松日队呢，现在0-1落后北京国安队，而且又被罚掉一个人，形势上就非常严峻了。对，要想挽回的话呢比较困难了，而且比赛的时间呢已经到了37分54秒。看一下刚才这个犯规的慢动作，肘部撞人。那么现在北京国安队只能是以10个人来迎战广州的松日队的11个人。被担架抬出的是广州松日队的后卫线队员四号刘醒。左边越位了，越位了，那个崔立志越位了，被黄牌警告。你说这张黄牌就跟上半场北京国安队南方六号周宁周宁拿那张黄牌有点类似。是的，得自己去申请。松日队现在打得非常顽强，因为今天这一场比赛呢是甲 A 联赛第一阶段的最后一轮赛事。高洪波抢得非常的积极。那么广州松日队的这个像高洪波这个老队员，以往呢是打大半场再多一点，那么今天呢他知道打完这场比赛可以休息很久，所以全场比赛呢也都没有替换他。刚才是广州松日队的五号托尼投球的是犯规，松日队大概还会调整队员。也起球，注意防守，头球解围。25号哈拉大脚把球开到前面。现在时间不多了，国安队应该就是直接奔里吊球了。11号崔立志传球出现失误。已经过了40分钟了，国安队起球。在争抢高点上，这个25号哈拉这名队员呢，还是球已经出界了，先出界了。示意呢担架，倒地的是广州松日队的25号哈拉。
因为现在广州松狮队是1-0领先，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对，所以主裁判一看到有受伤队员，马上用担架抬出，以免拖延时间。现在从时间上来说呢，对国安队不利，而且又少一个人，形势对广州松狮队非常好。广州松狮队的25号哈拉呢，有担架不做，非要一瘸一拐的走出底线，这要吃牌了，这绝对要吃牌了。这是故意拖延时间了。那么有的时候呢，为了就是战术上的需要，对，那么稍微的拖延一下，拖延一下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太过分的话，对，这张黄牌完全又是捡来的。对，鸣笛示意高洪波犯规了，犯规。你看时间不多了，从计时表上看已经到了42分46秒了，比分呢还是国安队0-1落后，要直接起球掉到禁区里边，乱军当中，松狮队还是踢到外边，如果球让高洪波拿了就比较麻烦了。反击非常危险，越位了，越位。看这个机会，松狮队还是密集防守，球又到高洪波脚下。高洪波的体能呢也消耗的差不多了，很有经验。再转移，25号托尼横传转移，越位了。裁判举旗示意在左边包抄接应的11号崔立志越位。那么刚才托尼如果这个球转移的更快一点的话，11号崔立志还没有处在越位的位置。我们看到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站在场地的边上，非常着急，让队员全线压上。起球，机会。北京国安队头球攻门，面对着空门被广州松狮队的后卫头球解围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今天应该说是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北京国安队最好的一次面对空门的机会了。从环境我们再看一下，吊球守门员出击过早，抢在守门员之前头球向后攻门，但是被松狮队的后卫解围。球又丢了，高洪波，又是高洪波，转移到左边，力量稍稍大力点，看看能不能追得上。这是11号崔立志，年轻队员。崔立志，看样子这是一个战术意图。是的，哎，不射门不打门，拖门拖延时间，就是想搏一个角球。全线往前顶，中场把球抢断，11号崔立志再转移，高洪波，高洪波自己强行向里，27号孙恩宇后插上一脚射门，太可惜了，球贴着球门立柱出了底线。因为这个时候不单是松狮队的体能消耗的特别多，北京国安队也体能也已经差不多了，进入伤停补时了，国安队进攻的机会不多了，所以这场比赛现在形势对松狮队非常有利，看国安队能不能起死回生。犯规了，大家都要冷静一点。对，双方队员此时此刻都要冷静。
不管是赢球一方还是落后一方，那么都要冷静。刚刚是广州松日队在防守的时候犯规，准备主罚这个任意球的是20号南方，松日队还准备换人。看看这个机会，吊后脚，松日队队员发球，角球破坏出底线，角球。20号赵昌宏下，20号赵昌宏今天是广州松日队赢球的功臣，在下半场8分56秒的时候，一脚劲射攻破了北京国安队守门员的食指关。看看这个球，守门员姚健也上去了，落点不错，守门员打出去还是角球。广州松日队的守门员穆军单手把球拖住底线，换个方向还是角球。北京国安队下半场的第7次角球。后点，这个时候大脚往前开，北京国安队是空门，可以起脚射门了。延误战机了。8号李子飞，这个队员最大的弱点就是软，在任何比赛当中，只要有人跟他防守，就很容易倒地，非常软。他刚才要么直接就打空门，要么就分到这边的高空摸，既没有分球，也没有打门，因为当时北京队的守门员已经上去争角球。角球，广州松日队在比赛临结束前还再获得一次角球的机会。因为两边球员经过90分钟的激烈的奔跑，体能消耗的都差不多了，大概这个角球也是今天广州松日队的最后一个角球了。主罚角球的是11号崔立志。4名队员还留在自己的半场，11号崔立志。这时候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笛声，经过90分钟的激战，广州松日队在主场战1-0战胜了北京国安队，终于打破了北京国安队今生不败这个神话。北京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观众朋友，广州松日队在主场迎战北京国安队的比赛就为大家直播到这儿，谢谢收看，再见。